这是高明杰和苏乐乐开始挑战他们极限的时刻，大家拭目以待。两个人现在在那儿等待，游戏就是这样的。开始了，他们回眸了。他们其实他们心里紧张，他们很紧张。其实他们之前那个人马上就要出发了，马上就要上天堂去待一会儿了。弹簧正在紧缩，我们就要飞了。过一会儿，这两人就也经历同样的事情。他们有一点点紧张，王俊玉去安慰他们。带着吧，没事儿。往后一点点，要么录不全。他们上去了。他们就要上去。穿红衣服的是、哎、红衣服的是方明杰选手，穿不知道什么色儿的衣服的是苏玲玲选手。他们正在做安全手段，做安全防护。工作人员在做最后的检查，他们马上就要起飞了，他们要去天堂过一小小会儿。他们在做最后的招手，其实他们很紧张，他们只是在演示。方明杰的手都是冰凉冰凉的，我估计苏玲玲也好不了哪儿去。他们俩在互相鼓励，其实他们都很紧张，只是在互相装而已。开始啦！哇！但要的就是这样的刺激嘛。啊！一会儿见啊！通！快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弹簧马上就要到顶了。方明杰在惨叫，他在惨叫，惨绝人寰的叫声，十里外就能听得到。我估计我在我们家都听着了。振幅慢慢的变小。没事了，他们没事了。方明杰已经把脚放下了，他们已经重生了。方明杰的脚很下垂，不知道是否还 OK。
嗨，爽不爽？都不说话了，你俩走直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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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许偏，不许歪曲，走直线。咋了？你听见我喊了呗？我在我们家都能听见了。他肯定要钱，你不要那个，他要看看。